nhiên khỏi chỗ rồi. Có đã không?还行，关键是大仙姑呀。这次来鱼烧了好多，鱼王鸡条。哎呦，也不少。没那烟了。嗯，一月三号是男女月，不夏天。哪天没事？不知道。那鱼花是花不？这鱼啥？这啥鱼？啊？这啥鱼呀，叔？啊？麻辣。麻辣。不是呗？花麻子。麻啥呗？花麻。花麻啥？麻啥？啥名儿？真的。好吃吧？肉多。哎，我今儿我搬有六七个这样，有的这啥鱼看着没不好看。我搬六七个这样鱼，都恁大的是吧？对，别划刀喽。扎好麻布。扎好麻布。喂，开了。哎呦。这个开心啊！再来这个口试试。还得切到这里面，想办法切到这个切这个角上才好呢。你看那个角上多少鱼在跳，这么着切一下试试。走，可以，这网切的还可以。哎，小白条，小鲫鱼，多不多也不知道。多多个屁！鱼还没聚群呢，就让我打完了。这个距离差不多，我距离他那有个六七米。走，还是得切，把网切到里面。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切到了。再往这边来点，好，好，这网行，这网整全部切进去了。这网按理来说鱼应该不能太少了，是我感觉鱼还不如那边多呢，没什么手感了，感觉还是那鱼多，这鱼少，这就几个。就几条，几条也行。极限一切，怎么样，同学们？这网切的还可以吧？最起码切到了，切的不太好，应该再往下一点点，估计会更多。要搭上面一点。看这有没有吧，还切了个垃圾瓶。哟，这网有。呀，这啥，小鲤鱼儿。有个垃圾瓶，这网。要没垃圾瓶就好了。还行，十来条，嘿嘿嘿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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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个正六扣。这网打有点不太好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虽然打开了，但是应该再往那个地儿再贴一点，我估计鱼货会更多。那里面可能有大一个的鱼。这网打的有点没掌握好力度。那这网鱼烧吧，啊，肯定是位置不然。这网鱼没几个，也行，也可以。